生活艰难，小扣泪崩了。我要缴房贷，我把钱缴出去之后，其实我觉得不够钱缴车贷，我的保险费也欠了大概两年嘛。然后我就跟保险公司，拜托拜托，可不可以让我就是晚一点再去缴那个钱？好辛苦。但是我觉得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在工作，那怎么会这样子？天亮时代，女人莫最大。